那现在要开始学做糖葫芦了，我先把这个橘子剥皮儿。现在我把这个签子用热水开水煮了一下，消消毒。我们现在把它穿成串儿。草莓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好了，哒哒，这个成功。现在我们1:1的水。水倒250毫升，然后冰糖一杯250毫升，不能搅拌，要拧到小火。好啦，现在我们的糖葫芦做好啦。